你的病怎么还没有醒？此乃盛夏母体喘息之月。老爸，胎相不稳也属正常。祥林的没有大的妨碍，只要好好休息便是。嬛嬛，你醒了？我太饿了！老天保佑，醒了就好。太岁。你已经睡了好几个时辰了，本来不想睡，今天猪肉吃多了，睡会儿觉。扶起来。我什么玩意儿嘛？我没有咱们说梦话，说我前男友的名字没说吧？谢谢你，我还饿着。男朋友给我说一个绿个黑体，这个不孬的，给我嘴里呀、啊！给你。好凉啊，怎么没给我闷一下呀？好凉啊，我喝这个给我闷一下。你们先出去吧，朕陪陪婉嫔。 事情要遭到什么地步？我去那里了，我再形容一下。我学一下，不学我难受。当时那个姓年老上来就是一顿抨击我，完事就让我跪下，我他在我和他撕扯争执，很多人都在下面看，一代围观。当时我气的心生酸意，疼得我呀，压抑，都疼死我了，我遗嘱都写好了，我就哭泣一下子，酸息的，夸下我都倒了，我就晕倒了。若不是老师七把你救出一坑宫，又及时的遣人来禀报朕。 事情还不知道呀，我睁开眼睛那一刹那，他手啊，周着我的胳膊。我说：“呀，弟弟，我说这儿干嘛呀？”他说：“因为没想到小姑娘身材挺好的。”当时我的眼泪啊，我都掉下来了，我就老是想他，就对他有一种感觉了。放肆！你听我说，亲爱的，你闭嘴！吓死了！别心急，白白啊！真是断断。哎呀，别这样子啊！一再容忍，婉嫔唯恐后宫不乱，华妃六品，日后非战，不得入见。